我是微微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Pomsy， 这是我的新宠物，因为爸爸说会大便的就不能养。它有很多颜色跟很多功能，如果你想要知道它有什么功能，你可以去 YouTube 看。它还有附一个小书子讲这样，然后这上面有写 Pomsy， 然后有两个。然后我这一只这么毛，然后其他只没那么毛，是因为你要一直用梳子这样梳梳梳，我这一只才这么毛。它按鼻子下去，然后它会有很多功能，像这样。可是我这一只一下子，我这样一下子就没电了。知识饭不是，是你玩太久。知识饭这只跟我们一只一模一样，你看，我们按鼻子下去。很多功能，他现在在睡觉。我给你讲一件事，他很多颜色，然后你想要知道多一点，你可以去别的 YouTube 看，他们有很多功能，很可爱哦。我要教你怎么跟他玩游戏，你就是按他鼻子一直按着，然后他就感觉只要摇他，然后让音乐快一点，他有小中大，然后你要大最好，然后等他吹口哨的话，那你就要停止。然后你要等一下。唱歌嘞。他这样就好了。唱歌嘞。踩在手上，它这里还有说很多，你可以踩在手上，然后你可以踩在脚上，你还可以踩在头发上面，还有书包上面，很可爱哦。你们不要把它放在你睡觉旁边，或者是跟它一起睡，不然你抱着，如果你按到鼻子，还是你脚踢到它的鼻子，它就会起来像这样。然后他，你们就会说，你们睡一半就啊，有鬼有鬼有鬼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。